爹害了你，你今天变成这个样，都是爹的不好。只要有朝一日，我能衣锦还乡，不要说一件宝贝，就是十件宝贝。再来，没来，没来，要命啊！哎，哎，哈哈哈哈哈！通宵。 哎，怎么样？你看看，哪儿呀？来看看，哎呦，哎，赌徒来了，哎，你看看，哎，出去，我没有杀人呐，我只不过强暴了一个女人而已啊，放我出去！ 难道他是凶手？哎，冤孽，冤孽何时了？唯一的女儿，你不能要她，你不能要她！不行，不行！溃烂，我访遍了各地的名医，但是都无济。